Hello，开始拍了。现在吃快吃中午了，然后猜猜哪一家的烧饼？我感觉很熟悉，闽式烧饼。OK， 这我老妹拿给我了，还是热的，可能是有订吧，不然去排要排好久。然后试试看吧。嗯，吃看看烧饼，然后。昨天的锅吃一吃吧，等一下辛辣面。哎呀，好像一个还是卖15块，很便宜。OK， 镜头转过来。小一点吧，要锅小一点。要，那我们上哪里可以啊？那等下来时要吃东西。你会小一点。嗯。把整个拿出来了。OK。嗯，等下线要掉下去。嗯。那跟以前味道一样，没有什么改变，蛮好吃的。做决定会买一盒来开箱。那现在应该是金门烧饼里面借最多了。嗯，对啊，它也是金门最早的烧饼，很早以前很少买，你看它馅，蛮正常习惯。嗯，正常习惯就要排队啊。你不要开电风扇，我在拍这个。不要开电风扇，我在拍影片。对了，吹着我那个。那我把电风扇开起来，吃都掉渣了。你看它线。那几乎每口都有肉。嗯，然后是中中的，还是有点，还一点点，一点热热的。好吃 ，OK， 我个人是好吃的。只是今天是拍这个试吃，咸的口味我最喜欢了。你看，有点类似那种胡椒饼感觉，那种内馅。嗯，要炸了。嗯，这个真的掉渣，没错、啊，整体很好吃，好吃，很有吃不值。OK， 你看到，掉多就炸。好了，试吃影片拍到这边啊，最后喜欢影片欢迎订阅哦。OK。给大家店名一下，闽式烧饼 ，OK， 沙美博爱街48号，电话08235293529222，打电话订比较好了 ，OK， 好了，拜拜，再见。